台电利用软实力与硬实力健全电力专业人才，呼应 SDG 4强化员工核心职能， SDG 8创新经济与优质就业环境，积极导入科技与人才训练课程，同心圆地30年，从生活关怀到生命成长，行塑关怀与分享文化，荣获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2018年台湾企业永续奖人才发展奖。